杨教授为什么不带件胡萝卜？那你猪吃完了，看见没？是不是眼睛放光了？对啊，那猪吃完，胡萝卜本身呢，它要吃熟的胡萝卜，啊，拿油煎一煎呢，炒一炒啊，完之后吃成熟的，产生维生素 A， 维生素 A 呢本身就养眼睛的，保护眼睛的。你要说多亮了，眼睛多好了，你吃吧，泡胡萝卜地里头，天天啃着胡萝卜，煮着胡萝卜吃，也没什么多大作用。但它含有大量维生素 A， 它会保护眼睛，养眼睛。这是可以的，确实有养眼睛作用啊，都那么说。你说现在那个好多就是市面卖那个榨胡萝卜汁儿，卖还都挺贵的。这个榨胡萝卜汁儿生食的这种，生的没什么意思吧？生的没什么意思吧？胡萝卜呢，应该是因为是炒熟了或者蒸熟了才行。在我们山东老家，胡萝卜是喂猪的，所以说我一回家，我老婆说炒炒点胡萝卜丝儿吧，我甜了吧唧怎么吃啊？它总是有甜味儿，他就觉得吃胡萝卜那个好。可是我一看着胡萝卜，我宁愿啃咸菜，我也不吃的。现在人们听说生活条件好了，又想要吃这猪那这食了。那你猪吃完了，看见没？是不是眼睛放光了？对啊，那猪吃完。